没办法跟你住在同一个家里，立刻给我搬出去。你把这些行李全都丢到大门外面。会长，您真的不应该这么做。蒲老师姐姐，你算什么啊？什么？那个蒲老师姐姐真的很讨人厌。赵市长，你跟英国本来不是打算结婚吗？你不记得了？那边那个美女是谁啊？会长，您也忘记我们定下的婚约了吗？您说英国跟赵市长说好了要结婚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